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见我，我的广陵王。小的时候我很害怕夏天，夏天多了雨，师尊的居所又在高处，雷声格外可怖。我害怕的时候心里就会念一个名字，反反复复的念。我怀抱着他，如果神志不清就能成暴，我就能脱离囚笼，只为了那一个名字，宁可疯一辈子，我就可以不顾一切。我和董卓做了交易，无人在意的天子我退位，为了保护真爱条件时只能如此，他要放我。可若是百年后呢？我只想你活下去，快说呀。百年后，当年若有人说刘辩是巧能饭袋，要和对方诀别的时候，你至少能替我辩白。你就说能在我身边吗？非看着我的双眼，酒囊饭袋至少能说，救我的命，叫我不要害怕。但刘辩呢，除了爱慕某个人，他百无一用。走，整个天下我都送给我钟情的人。再见，我的